再加多一个小时才可以回家。没有做功课，扣分；还顶嘴，扣分；指甲那么长，扣分。那你呀、啊，头发没有剪，扣分；啊，你衣服没有塞，扣分；课本没有带，扣分；啊，那个，头发染到这样子啊。翻开课本的第23页，一个老者蹲在阳光里，从清早开始，或不愿直截了当地说，而用一些拐弯抹角、委婉含蓄的话来表达，比如脸绷得紧紧的。继而他抬起头，我们为了不舍亲人的离去，而用睡着了。这些日子，他正为茅房改称为厕所，后来认为厕所也不文雅。老师下课了。何处是他旷世殊子绝代的风情？等待。唱下的旋律，我澎湃的歌声，是陪了世世世世。大神，不要在后面撩妹，不要以为我看不到啊！还有那个小玉，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睡觉啊！啊，阿元，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吃饼干哦。再偷吃你看看 ，Brenda， 你再给我化妆看看，把你的化妆品收起来。还有阿旺啊，听到你放屁哦。在社交场合，他又讲话了哦。
壁哦。老师 ，sorry， 讲什么？老师，老师，听不到哎。老师，你确定有事吗？老师，老师，你可以大声一点吗？越讲越小声。老师，你讲给蚂蚁听啊。啊。各位同学，打开你们的书本，第八课。哎呦，这主题是赞美耶。说到赞美哦，老师以前年轻的时候啊，很多人都赞美老师哎。不要开玩笑哎，老师年轻的时候也有选过美哦，还得冠军呢。这是你跟谁比啊？哎呦。是全国了 ，OK。老师，你那你年轻时候，你想这样漂亮啦？交过几个男朋友？哦，这个哦，数不清哎。这样，老师啊，用一般的那个巧克力吧。巧克力。哎，这个可以问啊，要不要说？那老师。哎，这样快就下课啦。哎呀，你们呢？你看问这样多，害老师都还没教课。下次再上课啦，下课。OK， 同学们翻开第43页，表示某种事物是什么东西或不是什么东西。居里夫人说道，在科学上，我们更应该注意是。我是和跟我一起看最新的那个。阿元，你这么厉害讲啊？你出来讲，我过去那边听。来。我现在要写啊，你们要快点抄啊！老师，哎，老师，老师，不要啦！哎，我拿刀，我笔还没有拿出来，我刚刚拿到那条白纸，刚刚拿出来耶！现在没事讲话。